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兴国际机场驻韩灯光的控制中心。这块巨大的 DLP 显示屏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块驻韩灯光监控系统指示屏。从该显示屏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兴国际机场当前全场的驻韩灯光状态。作为 ASMS 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驻韩灯光监控系统可以显示出现场目前的灯光段的亮灭情况，包括故障情况。 现在显示屏上一些灯光段正在亮起，代表着现场的飞机正在沿着这些灯光段正在前进。现在是一辆模拟成飞机的车辆，该车辆配备了 ADS-B 的应答机系统，因此可以被 ASMS 系统识别成一个飞机目标。空管人员已经给我们规划了一条出港路由，前方200米的绿色灯光已经亮起，车辆沿着这个绿色灯光往前进。 在车辆的前进过程中，前方的绿色灯光不断被打开。在远方的停止牌灯时刻是亮着的。当我们的飞机将要通过该停止牌灯时 ，ASMS 系统会自动判断是否有冲突。如果没有冲突，会自动关闭停止牌灯。停止牌灯已经被关闭，绿色中线灯亮起，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跟随着绿色的灯光段，我们来到了北跑道的路口。 通知空管，我们已经到达了路口。空管人员关闭停止牌灯，绿色滑行道中线灯亮起，我们可以继续前行。好了，我们上跑道了，准备起飞。 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兴国际机场3号灯光站的驻韩灯光监控系统机房，看到这排整齐的机柜。 它是我们的驻韩灯光监控系统机柜和单灯监控系统机柜，它是实现 ASMS 4级跟随绿灯引导的核心部件。这排机柜用于接收 ASMS 的指令，并且发送给现场的灯光段，以实现跟随绿灯引导的功能。现在我们位于的是灯光站的电缆夹层中，这些整齐排列的组件，它是我们单灯监控系统的灯光回路组件。 它的安装和规整方式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堪称国内灯光安装的楷模。这是 SafeLite IQ 灯具，它是集 LED 灯和单灯监控装置为一体的智能灯光，是我们 ADB SAFEGATE 公司的最新产品。除了嵌入式的 IQ 灯具，我们也有立式的 IQ 灯具。这些灯具能够在系统的指令下实现单灯的 打开和关闭，从而实现 ASMS 4级的路由引导功能。这些是 ADB SAFEGATE 公司生产的最新一代的 CRE 正弦波调光器。我们为大兴国际机场共提供了近500套 CRE 调光器，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大的单体调光器项目。 这是我们 ADB SAFEGATE 公司生产的飞机目视泊位引导系统，该系统在全球占领了 90% 以上的市场。本次为大兴国际机场，我们提供了79套设备。随着车辆的偏左偏右，飞行员显示屏上正确指示出了车辆的位置，并进行了相应引导，同时显示出了目标距离停止线的距离。 ADB SAFEGATE has finished the biggest airport project with major deliveries of our AGL, gate and control system product portfolio. Now ADB SAFEGATE and the customer prepare for the phase after the project. We see ourselves in that context as partners, not only suppliers. We are living this credo since 20 years, since we are active o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we will do our very best to even intensify this partnership for the coming next 20 years.